好吧，我还是不知道我往哪边走。哎，可以看，想说看太阳分辨东西南北，结果现在太阳在正中央了，太搞笑了。快走喽，最好在那个天黑之前先到避难所去避难所买个那个手电筒有没有？不然那个晚上真的是太黑了，搜刮不了。嗯，被摸到了。哦，来到个住宅区，这是学校吗？哦，到安全区了。teleport 进来的，有，嗯，终于又进来了，找了好久，终于找到安全区了，千辛万苦，哎呀，水就先装满吧，不装，哎呀呀。那是谁把魔术方块丢在地上？Hello，为啥？铲子那么贵的吗？因为铲子贵成那样子，我都不知道。那我再买个我之前惯用的小斧头。耶，我买回我的手斧了。然后包包。我去看一下仓库，仓库应该有我上次的库存吧？嗯哼，弹药，仓库呢？这是箱子啊，我是要找仓库啊。拉霸机，拉霸机。玩这个感觉就不现实了，就不玩了。我找到仓库了，说巧了，仓库在跑哪去了？这边是找不到仓库的吗？应该不会吧？仓库呢？仓库呢？仓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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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哪里有仓库？找到了，我看到了。对啊，都在，火箭也在，火箭。绷带带3个出门就好了，我觉得应该收点东西在里面。头盔啊，不用带吧？穿个腐肉，先拿着。好，出门喽。那么，到这新的休息区呀、啊。嗯，等一下，拍张照。在附近搜刮一下吧。贴一张笔。暴怒式猛攻。谁呀？那个路障在这边。哦，这个门
这个怎么用陆战会没办法，没办法当僵尸。哇，这里不晓得谁丢了一堆药剂在这里，对宝宝哦，好多宝宝啊！我的天，捡的满满的，我天，好多宝宝，也太多了吧？但都是药包，满满的药包。这也是药包吗？哦，路障，好多路障哦！天啊，为什么这么多路障？所以果然还是把门挡起来嘛。你好，才刚挡完就有一只僵尸靠近，果然该把门挡起来。所以那也是怎样？那也是缺扇门吗？哦呦，哦呦，我天啊，这里好多马铃薯，没坏掉吧？我、哦、又是路障哎、欸！天哪，这里收了好多路障，太开心了呗。那啥、啊？棍子还真好看。哟，小包包，小包包 get 小型包包，九格的。那九格的当做15包吧。15统统收进去，也就这样子啊、哦，其实也还好。这上卖的，好的，九格是15包，红带，哇哦，哎呦，个包包，那就这个是杂物包吧。就是收那个收捡到的东西的杂物包。哇，在这里！有听到僵尸声音，没看到人影。在哪里呢？好像在楼上，在外面，我看到了。等一下，也太多只了吧？外面好多只肉哦，真太有病了，好像进不来吧。14个路障啊，11个路障啊，给我这么多路障，真的是要挡僵尸用的是吧？我的天哪、啊！哎呀，好多小袋子！哎呦，看到了，嗯，嘿。刷怪咯。鞋子，我就说鞋子的手电筒加一，还有东西哦。那是什么？空？哎呦，好黑，好黑！是啥？铁管？苹果？
也太多了吧，一堆脏笔的声音在外面。幸好这边门都是关着的。错觉。猜独角龙吗？我们这边就搜刮完了，差不多。对，绕一圈了，没东西了。啊，有那边可以出去吗？我从后面出去。我从后门出去，感觉要出事。先整理一下包包。听说穿起来就不会打你，是不是？不知道。真的吗？哪有？看起来非常想吃我，所以不是啊，这个僵尸的皮是穿好玩的。穿起来是会被僵尸追杀啊。并不是说可以伪装成僵尸。啊，是谁在放这么多铁丝？太坑了呗！哇哦！Hello，哎呦，卡住了。底下是那个，对，这个路障，底下一个路障。比如说，你如果身上没有带路障的话，你不小心进到桶子里面，就是死路一条，你就出不来了，被关在里面出不来了。就是僵尸一直跟着我，可怜呐！好，那个，再去外面搜刮看看呗。搜刮物资，嘿，跳出来了，翻墙。刚刚就是这栋吗？哎，不是，这边没来过。先把门关好。绷带、苹果。要找到枪是比较困难的啦，要去那个军队的营地比较容易找到枪。这种地方都是找一些小袋子的。有，像那个避难所也可以买到枪就是了。贴着墙壁走，弹药。贴着墙壁走。
耶，拿了个袋子。棒。盔甲。我又有盔甲了。卡住。指南针。又一个袋子，真不错，好多袋子。路障也超多的，17个。这边专门收刮路障的吗？刚刚是怎样？我的，慢走，有血迹、啊。虽然有血迹，不过没有什么东西就是了。放，好，整理一下，整理一下，整理一下，东西太多了。双管，双管猎枪吗？修杠，修杠应该是散弹枪。不错哎，然后一堆路障。我在这边收刮一大堆路障，哎呦，卡了一下，用到铁管了，好多铁管，我不是才卖掉2根铁管吗？怎么都到二楼了，还有僵尸的声音呢？为什么二楼会有僵尸的声音呢？到底在敲门呢？来敲门的啦，去帮他开一下门。不用，进来了。门掉了。门掉了，一个门被他拆了，这是正常的吗？这不对吧？我天哪！来个路障，反正捡那么多路障就弄一下吧，这样子 ，OK， 稍微遮一下。门被弄掉了，奇怪嘞，上面有名字，有其他玩家在楼上，这样子，还是 BOSS 啊，玩家吧，好，裤子，我终于有裤子穿了，好棒哦，先关门。Police， 一个背包，两个背包，大背包，我拿到大背包了。啊，对，这个军队包包，军用包包，耶、yeah ！两发火箭，好哦，两发火箭。那这个当杂物包吧。掉下去了，有玩家掉下去了。算了，这个就枪械弹药都收进去吧。然后你会发现其实没什么好收的。哎呦，真是的。看来还是要在回营地整理一下。哎呦，战斗功，哦。哦哇哇哇哇！
哇哇哇哇！外面好嗨哟、哦！又来一个包包，天啊，我拿一堆包包了，怎么这么多包包？一堆包包，这个也是空的包包，哇，超多包包了，削翻了。又一个包包，搞啥？这趟真削翻了，一堆包包，盔甲。哎呦，有钱玩家，关门啊！他是下去了，他下去了，我上去。哎呦，嗯，可以出去，哦，这玩家刚刚就在这里战斗的啦，嗯，这里好空旷啊，哇，太空旷了，好高哦，他在那边，好多僵尸哦！哎、欸，这拿个狙击枪在这里打，超开心的，也太多了吧！哎、欸，打不死了，没弹药了。Oh my god！ 我回得去吗？外面那么多僵尸，就出来了。I'll drink some water. 想喝点水。我也喝点水吧。好的。嗯？一个宝宝。我这里上面收过吗？哦。哦，两把枪。哼、左轮手枪。那就差不多可以下去了，这边说完的。嗯，痛啊！嗯？怎么感觉二楼又有东西了？他又刷新了啊、哦！搜刮太久，二楼刷新了。等一下，怎么听到僵尸的声音了、啊？不会这里刷出僵尸来了？没有，有一堆袋子。呵呵呵，他很孤单，而且他找到一个玩家的时候，那个玩家只是离开他，带着一个金属棍，好危险！手电筒两只。枪一把，如果克拉克十七，绷带这个可以绑僵尸，但是我不知道想要绑僵尸，我就该走了。嗯，战斗工不能卖些东西，哦，就我就该走了，这袋子
我就该走了啦，不要再拿了。准备好武器，两把，没错。什么？卖场里面有僵尸？避难所在哪里啊？那里？我天哪！一路上。这走过去没问题吗？大声！这枪没用啊，这枪太废了呗。停车场，超危险的地方来着。附近有没有人？没有，看到了，太好了，快走啊！看到了，在这里啊。看到了，我可以再跳进去吗？嗯？我想在大陆上进去。但大陆上进去一定很好笑。哎呀，安全的吧，这样子。又回来了。他给我个包包欸，包包不能放进仓库里。好哦，丢地上，丢地上。这也不能卖是不是？丢地上。为什么要给我钢盔？那就是我不要的东西。那分还得入账吗？袋子，袋子，你袋子，给你个包，给件上衣，这绷带应该很好拿到吧？都要，都要。那你给一些绷带。我觉得我身上东西太多了，我就应该收纳一下。哎呦，不要全放进去嘛。然后整理一下我的包包，吃的、水的，还有吃的。
有？那算我一辆车。送我一辆车，有人在外面求救啊！这个包包其实是个坑，很坑的东西。首先，大包包不能放进那个仓库嘛，你仓库不能收包包，然后你的包包死掉的时候就整个喷出去了。所以你包包装的东西越多，代表死掉瞬间喷掉的东西越多，要注意欸，其实，所以呢，我决定把全卖了，包包就别带的太多吧。重点是包包居然不能放仓库，要不然你死掉一定会喷掉啊！喷掉 ，OK， 火堆，开个光影看看。